不会的哈，我们刚刚重点就是第一个了哈，就是爬那个网路，就是爬那个原始码这一段，就这一段了，OK 哈。其实里面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大概有几个，第一个就是说它不认得这个东西，所以你一定记得一定要先把它打勾哦。这个打勾可能你需要多做几次啦，刚开始一定会忘记的，我觉得同学真的很容易忘记这个东西，哦，他一定要这个打勾，哦，如果你没打勾的话，它一定会出现那个错误，哦，这个很重要哦。OK，第一个。第二的话，就网址一定要改变，因为有的同学直接贴忘了改网址，哎，奇怪，怎么一直爬，然后解析半天，最后怎么都完全没有你要的东西，那这个时候你就要记得说，哦，你的网址忘了改，OK 哈，所以可能会有两个很容易出错的地方。所以啊，以后我是觉得写程式也没那么难，最重要的是你要尽量避开那个错误啦。如果你那个错误都避开的话，我觉得也有什么困难，反正就比如说贴上改一改就好了嘛。但是讲是这么简单，但问题就是细节你要记得啊。所以写程式其实真的不是那么困难，但是就是你一定要记得哪些地方你可能会犯错误。那如果犯这个错误，你必须怎么解决那个错误啊？让它不要犯错误，那个就是所谓的 bug 啦。所以程式你会发现啊，工程师最常讲说哦，我要 debug 有没有？那 debug 其实最重要就是你不要犯错误。所以其实那你要怎么？不要让它发生错误呢。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说，避免错误发生的这种，要我的习惯是这样啊。反正我就给一个范本，然后我就把可能会发生错误的点，也许我就写在注解里面，因为我现在可能记得，但是未来我可能会忘记，那没关系，我可以用注解的方式告诉未来要使用，也许告诉自己也好，或者告诉别人也好，你要避开，所以这个地方第一个，第二个的话，这个网址。记得一定要更改，OK，你可以把它注解一下，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得到原始码。当然，原始码你是不是要把前面改成那个什么，A1 的储存格，这个就看个人啦。不过我是觉得你可以慢一点没关系，我觉得写程式啊，真的一定要慢，慢一点没关系啊，尽量就是不要写错哈。好，然后取得什么呢？取得它的哪一个标签？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就把资料给全部抓下来了，就得到这些了。所以其实我抓的标签是这个名称，那么这一个 class name，所以其实这里的话，其实只有用到一个叫 get elements 有没有 by class name 啊，记得哦，你明天也不要写错哦。关键其实会有不一样的哦，就是一个叫 class name 啊。未来如果你要抓标签，就 tag name 嘛，所以其实改一下就 OK 了哦。然后呢，就把这个 class name 贴上去，然后呢，就底下可能就写一个回圈。那如果假设你写回圈你不太熟了，不然你就拿上面的这个范本拿来改一改。那当然最好是可以自己写是最好的。这个回圈的话其实就是什么，把总共有19个，对不对？这个 DIVE 里面它有19个，那也就是说第一个，D 从零开始嘛，所以 for i 等于零到它的总数记得要减一哈，也就0到18的意思啊。然后呢，我就把它的第零，有没有？所以这个零放过来，它会先放美金，所以它里面的 inner text 指的就是这个东西。那放哪里的话呢？就是放在 A 栏的第几列啦。所以 K 的话等于是第几列的位置。当然前面我有一种写法，就是我没有 K。哎，如果不用 K 的话哦，其实还记得吧？我如果假设我你说老师我不要用 K，那我可不可以不要 K 也可以完成呢？其实，如果你不用 K 哈，你可以用 I 来代替也 OK。如果你不用 K 的话哦，但是你说老师呢，I 它是从多少开始？它从零开始嘛。可是问题我要从二开始啊，因为我要放在第二列嘛。I 要怎么做？加二不就好了？那如果 I 加二的话，就不需要 K 了啦。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？OK。所以怎么写比较简单？但是我觉得两种方法各有优缺点，因为有的时候你太依赖 I，你想 I 这边要用，那边要用，那我觉得对初学者来说真的很容易写错，而且会搞不清楚为什么前面常有同学说老师为什么 I 要加二啊？为什么后面的 I 不用加二啊？对，会搞不清楚啊。这里应该可以看懂吧？不过我跟各位讲啊，最重要是你看懂为原则啦。OK，如果你假设你说这个地方我很容易搞不清楚的话，那不然这样好了，你不要用 i 加二啦，你就加一个 k 等于二嘛，
有没有 K-2 的话，就是我将来要从第二列开始放，然后呢，我将来呢就每输出一个之后的话，有没有？那我这边放 K 嘛，那我就把 K 等于 K 加一，就是再把它累加一个，这样不就解决问题了吗？哦，虽然这样的写比较啰嗦，但是比较好懂。哦，如果你假设你是比较希望能够比较好懂的话，那你就写这样就 OK 了。哦，所以自己怎么写，我觉得就还是看个人啦。OK， 哦，好，那我就写比较简单的写法。接下来的话呢，我们还要再来解决第二个问题：现金的买入跟现金的卖出。好，所以呢，我这边的话可能会需要两个栏位名称，一个叫现金买入啊，所以呢，那怎么写比较简单？那我可以在这个底下啊，刚好我用干脆拿上面这个来当范本啊，因为底下做的事其实跟上面还蛮像的，然后把它贴下来啊，然后这边的话就把它改成 B1 好了啊 ，B1 呢，那我这个栏位名称就给它怎么？给它就是现金的，现金的什么买入好了，所以直接抠这个好了，哦，直接现金，然后这边是买入，哦，然后甚至那接下来的话呢，就是现金买入这个栏位哦，它的这个东西 ，OK， 里面要放什么？那特别注意上面叫 DIV1 啦，所以这边改成 DIV2 好了 ，OK 哈，哦，啊，要抓什么呢？那一样了，我们按右键，这边把它检查一下。好，所以这个数字上面有没有按右键检查一下 ？OK， 好，然后这边的话你可以看到哈，它的这个开始在这里有没有 ？OK， 所以呢我就一样嘛哈，照刚刚的方法，不过你会发现哦，这边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，你会发现你只要向右移动一点，哎，奇怪，它的那个现金还在，但集齐就不在了。它这个其实里面有一个 class， 有一个类别，就是当你变窄的时候哦，宽度不足的时候，它就会有一个资料会消失了啊。不过可能要注意一下啊，我们尽量不要让它消失。好，然后呢，得到它这个的 class 是这个，点两下，我们按右键把它复制一下。好，拿这个。不过复制之前的话呢，你可以按 Ctrl F 寻找一下，把这个贴过来看一下。哎，奇怪。你想说为什么是 38， 刚刚不是19吗？怎么会 38？ 而且38这个数字好像跟19有一点，对，那为什么两倍呢？对 ，OK， 所以其实应该可以观察，有的时候每个网页设计的人设计的方法不同，所以你就不可能完全照一样的方法就全部通吃，不行啊，所以你要分析就对了啊。好，所以哦啊，怎么知道？按下一个，哎，所以你会发现。他买入跟卖出是同一个类别，欸，啊，这有点麻烦呢，欸。也就是说，他这个两栏要同时处理的啦，啊，不然如果假设你按照刚刚的方法变成说你让他执行的话，那这个 I 的部分有没有，他就会从0到37的啦，有没有？那就全部，那不对，所以变成说我买入跟卖出可能就是，所以呢，我变成两栏要同时处理，那我就是。B 跟 C 一起好了啊 ，B， 那这边的话就 C， 好，然后这边的话就现金就是卖出，哎 ，OK， 好，然后呢，我就是直接把这个它的 class 放到这边来，这个 class， 那记得把它贴上就好了 ，OK 哈，那这样的话呢 ，DIV 2里面就会有38个。啊，那一样，我也是从2开始放啊，然后呢，它的总数，哎，这个 DIV 2可能要改一下，那变成说它是0到37，那接下来我要放的话，应该就是放 B2、B3，啊，不 B2、C2、B3、C3 这样跳着放，所以应该怎么放呢？这个放的方式应该这样，这个 B 应该是要放 B 栏的，对哈？然后 inner test 之后哦，接下来下一个应该是 C 栏，所以我想到的应该是什么？因为 C 栏的话是下一个要 I 本来从0开始放，对不对？那下一个应该是1嘛，所以我的想法应该比较简单，应该怎么样？哎，对，把 I 加1不就好了？那加了1之后呢，等于是说这个是第一个，这个是第二个，
然后分别第一个、第二个，然后呢再来一个第三、第四、第五、第六。可是问题呢，你如果这个零有没有，然后下一个就一了啊，一的话这边已经跑过了，因为已经加一，零加一不就一的？哎，所以这里的话有个简单的方法可以解决，就是呢，我们 I 理论上是你跳下一个是加一啦，可是我不要加一，我要加二。你说我这边加一个 step， step 二就可以了。step 二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呢，我现在从零开始对哈，那下一个理论上如果没有加 step 二的话，应该预设是 step 一啦，零下一个就一嘛，一下一个就二嘛，对哈。可是如果我加了 step 二之后哦，它零下一个会是多少？它会跳两个哦。对，零再下一个就二嘛。所以如果是二的话呢，那刚刚零一嘛，那如果跳下下一个是二的话，这不是二三吗？哎，那不就刚好零一，然后呢二三对不对哈？那如果在 step 的话就零，那下一个就四嘛，所以四五，哎再下一个六七，再下一个八，哎不刚刚好这样跳这样跳，哎应该懂我的意思吧？有没有？所以 step 二嘛哈。OK， 那我们来试试看好了，所以哦，哪一个？拍的前面那个白色，一加一等于二。啊，对对对对，哦，哇，你比我细心哦，那我偶尔也会忘记，所以啊，特别注意就是要很细心哦。OK， 好了，应该 OK 了 ，OK 之后如果跑跑看好了，这边是一个中断点，执行一下。OK， 好，然后呢，先输出这两个栏位名称，对，没错吧？哈，然后再把37个。38个抓回来，好，然后呢分别，所以理论上这个 lex 这个应该是得到的是38才对，好，0到 38, 啊要减 1,OK, 所以理论上这边应该输出的话应该就是第一个汇率的 ,OK, 好 ,30.94, 第二个汇率没错，有没有？那 I 的值的话应该从 0, 然后这个加1就1嘛，那跳下一个的话呢齁，它这个就会从又跳到下一个是2啦，有没有？所以它1就跳过去了齁。所以关键就是 step 2啦，这个很重要。这我想到的啦，因为这个方法这样 step 2好像感觉是最简单的。那你说还有没有别的方法？有啦。齁，不过你可能想想，有的人是直接拿 i 去除啦。有没有？你除以2也可以啊，你就是再去除以2之后得到数字。但是我觉得好像 step 2好像比较简单齁 ,OK, 好。所以下一个诶，有没有？这是港币。然后英镑，哎，好像都 OK 的，那把它执行一下，嗯，这样都 OK 的，哎，所以看起来好像没有改太多地方哈、哦。那我把重点回顾一下哈、哦，第一个的话，我是拿那个刚刚的这个币别的这一段程式有没有，直接 call 过来改，改哪些地方呢？因为我发现它的这个类别是一次是两栏，所以呢，我就是直接怎么样？把它的名称改掉了，本来一改二嘛齁。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说这边多一栏齁、哦、这个 C 栏。然后最重要是这个 step 二还有这边加一、啊、其他好像没改。OK,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试试看齁、哦。